专业性的部分，这个区块我请我们环保先做个说明。这么一个案子，然后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可是我们看到的简报资料却是当作一般的营建工程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是相当的可惜的哈，没有好好的用这个机会让相信大家知道说，在这个案子的执行过程中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对我们的生态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环境的影响冲击，包括水域的生态，在这边我完全没有看到，那我也不知道说你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脱序的方式做这个储电的一个系统，它的效率到底好不好，那为什么政府国家要投资这么大的一个金钱。那个我先就那个谢先生所提的，他因为他提的很专业性的部分，这个区块我请我们环保处先做个说明。